超第七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，阿斯顿维拉对阵布莱顿。阿斯顿维拉本赛季的成绩还算可以，前六场联赛赢了四场，包括击败切尔西。不过阿斯顿维拉这支球队的防守做得不是很好，丢球数有点多。布莱顿的成绩则更加出色，即便卖了不少主力，布莱顿依然能够给出亮眼的成绩单。前六场联赛布莱顿竟然赢了五场，让人佩服。这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战绩，阿斯顿维拉占据绝对的优势，近四次在英超交手都是阿斯顿维拉获胜，这一次依然是阿斯顿维拉获胜，而且是大比分赢下来了。本场比赛阿斯顿维拉排出 4-2-3-1 阵型，霍特金斯顶在最前面，麦金、迪亚比和扎尼奥洛的进攻组合联袂出击，卡马拉和道格拉斯比路易斯搭档双后啊哟，卡什、孔萨、保比托雷斯和迪涅四后卫首发出战，马丁内斯担任首发门将。布莱顿这边，埃文比弗格森、三山勋、维尔贝克和马西联袂出击。比赛开始后，布莱顿率先制造威胁，埃斯图皮尼安的射门被马丁内斯化解。之后阿斯顿维拉的进攻越来越犀利，而且频频取得效果，霍特金斯在七分钟内连进两球，一下子就把布莱顿踢懵了。埃斯图皮尼安的乌龙球让布莱顿雪上加霜，布莱顿的后防线被一次又一次撕开，非常狼狈，而布莱顿也没能组织起多少像样的进攻。在密集的赛程下，布莱顿有些拉胯。半场结束，阿斯顿维拉就取得了三球的优势。阿斯顿维拉上半场控球率 43%， 14次射门，5次射正，进了三球。而布莱顿上半场只有可怜的两次射门，一次射正，没能进球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布莱顿进行换人调整，以改变球队的颓势。的确，球队的进攻有了一些起色，而且也取得了进球。替补上场的法蒂攻破了维拉的大门。不过，布莱顿的进攻效率依然不高，多次射门都非常勉强，而阿斯顿维拉的进攻就极其高效。霍特金斯、拉姆齐和道格拉斯比路易斯接连进球，把布莱顿彻底踢爆了。一场大惨案就此诞生，最终的比分定格为6-1，阿斯顿维拉大胜布莱顿。太惨爆了，霍特金斯是全场表现最好的球员，他独造四球，包括三粒进球和一个助攻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